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建设人间净土，为了让自己的小世界犹如净土般宁静，我们应该亲身实践佛陀的教诲。并且依照自己的能力，将佛法推广到周遭环境，诸如家庭、人际关系、朋友等等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也能够获得和平、宁静。如海岛中，生椰子树、根、茎、枝叶以及花果，一切众生取受用，无时暂歇。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树亦复如是，是从发起悲愿之心，乃至成佛正法主事，常时利益一切世间，无有间歇。修学佛法时，心地一尘不染才是恭敬，心里有杂念即不恭敬。就打怕没那让战英国想家喽。觉悟的完成要透过放下外缘，
人，人可凭着他的意志、决心及今生的行为去改变他的命运。就打怕没那让带应我想家佛陀要每一个人在沉默中正视自己，以求达到正觉的路。幸福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悲伤的阴影，那是终有一天要承受失去的痛苦，无人得以幸免无常的召唤。最深刻的无常就是死亡，认清世事的无常性，该是此生的重要任务。空性是指每个事物与事物产生的方式，只是许多因素的组合而已，皆无独立性或自主性的存在。淡看花开落，
不言人是非。除非我们能不舍昼夜地培养，对每个我们所遇见的人都能产生爱心，不然我们会错过了生命中最能令我们喜悦的部分。观至所喜恋的观音，是依据在具体人人内心的反省体验，才能显示出活生生人格之效能。摄取观音之真理与慈悲，而转回为光明欢喜之生活。人们经常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，如职业、副业、嗜好，有规律地训练自己。至于
为生命本身去接受训练，则往往不被重视。原始佛教中最重要的修持，自律、自治、道德的陶冶和心性的发展。最好的慈善事业，就是与教育合而为一。以文化、教育来培养人才，宣传教义，从思想见解上改造人心。这才是根本之道，得以发挥宗教真正的意义和价值。所谓诸供养中，法供养第一。只要发愤图强，越挫越勇，一样可以走出昔日的阴霾，而看见令人雀跃的彩虹啊。Thank you.
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，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：0398993199，随喜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tm。十年同念，知恩报恩，水陆三界，起见法界无遮大圣会，普愿四方，平息世界极易诸灾难，遍及五洲，回向有情身心皆安乐。由延藏僧团主办，延进菩提教育基金会协办，日期2021年10月31日星期日到11月7日星期日，法会地点三好国际饭店，地址：云林县斗六市斗六五路35号，洽询电话：台中总部04-2242-2002，台北土城讲堂02-2262-6222，云林无为讲堂09050677717，延藏僧团培训中心05590-1072，划拨账户适应可划拨账号07695488，请注明水陆法会报名。法会报名、义工参与，请洽各处讲堂，敬邀您共襄盛举，同沾法益。我是佑胜，爸爸是全家的靠山。在创世，有超过一半的植物人是爸爸。当父亲因疾病或意外倒下，家中面临惊涛骇浪。邀您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家庭的撑舟勇士，一人一桨，一臂之力，1650一路有您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心愿小组。他说有人去大陆做生意以后回来改信回教，回台湾以后过年过节也不拜祖先也不拿香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如果会该如何处理？个人因缘吧。啊，因为佛教不想要改变每个人的宗教信仰，佛教只想要希望他离苦，跟他讲这个道理而已，离苦的方法啊，但是目前没办法。如果是你的亲人，那你就跟自己更认真一点，回向给他，啊，愿他哪一天能够找到他真正对他有帮助的，啊，但是任何宗教都有它存在的必要，啊，
如果每一个宗教徒都找到一个宗教的精髓在修行，我想都是一个好人啊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宗教特别好不好，但是对你自己而言已经在学佛了，你一定要立定坚定，让自己赶快能够成佛，每天不断的修功德回向给对方，这个对你来讲比较重要。不要因为你的亲人改变了他的信仰而困扰你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所以自己还是要保持正念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